一锅馄饨，山东大集。山东沛县，临沂沛县。临沂沛县，满满的人间烟火气，感觉全国再找不到比这种更接地气的地方了，是不是？馄饨现在多少钱一碗？六块，还是老价钱啊？爷爷，您今年多大年纪？76。76。哦，身体还好着来看。您做这个有多少年？36年。36年。嗯。还下吗？过来这个。还下一点。过来这个。来好，点。这都是在家包好的哈。哎。肉馅馄饨。对。6块钱有多少呀？一碗。6块钱。没有说，反正就是几碗料。反正就一大碗。哎，就一大碗。那点时候一顿也是蛮行了。嗯。馄饨。馄饨。哎。排骨汤。排骨汤。馄饨又是用排骨汤下的。哎。哦。我这个。虾皮。虾皮儿。哎。香菜。香菜。六块还没端是吧？俺们端了2碗。这装袋干啥？装着回家。回家？哎，你打包带走回家吃。对，哎，哦，家都烧去。我说是这样。小孩在家里。哦，是这样。不分大小吧？俺没有大小，就在。吃个馄饨还要排这么长的队呀？你别晃我，一晃悠的。有锅又不管，这有一个。我这都是大杯一个。他们就说有个大，就是大碗也是咱们这种碗的。啊。也没人看。大集上唯一的一家馄饨摊，我看就他家比其他家生意都好。拿了一个叉子，然后一下等一下可以用这个来端这个碗儿，自己端。这碗就是我的。大爷还怕我觉得不干净，又给我套了一个袋子。哎呀，掂着好沉呐，这一碗。就搁这儿吧，找个人少的地方。一大碗馄饨6块钱，我感觉这一碗馄饨里面都得有20-30个，反正他这也不论个，就是一大碗，一样价钱，也不分大小碗。真的6块钱这么一大碗，哦，太实在了，端都端不起来。醋胡椒味儿比较重，嗯，好烫，馅儿比较少，面皮儿比较多。我感觉他们这儿喝羊肉汤有配酒的，喝馄饨也配酒。真的，在这儿吃，环境啊、卫生啊什么都不重要，味道也不重要，主要是要的就是这个感觉，大集上喝地锅馄饨的感觉。嗯，这对于市里面的人来说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应该都没有来过这种大集，坐的是小马扎，趴的是石板，露天的环境嘛，就很简单的弄了一个这种棚布，